希望上了大学之后可以变成一个成熟的男人。哦，成熟的男人。还没有的想法。为什么？我以前曾经很不谅解我妈，因为她管我们管得很紧。就像我跟新颖，就因为我妈的关系交往得很辛苦。可是上了大学之后，我反而变得比较能够理解她的苦心。我也希望可以打工赚钱，自己付学费，然后学习经济独立，用实际的行动来孝顺我妈。哎，宿舍只剩一个床位哦。怎样？晚上打地铺。好啊，来赌啊！有个18岁的男孩，他是骑机车车祸的，他们在哪里啊？是大学生吗？是。那他在那边。谢谢。爸爸他们。小爸爸，小妈妈。志谦呢？我是志谦的同学，刚才电话是我打的。你们骑机车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他骑在最后面，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掉下去了。掉下去？志谦现在人呢？他怎么了？在哪里呀？志谦，志谦，妈咪来，妈咪在这里，你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我会救你。怎么会这样？谢谢你。要不这样子，玉洁跟桂枝这两个孩子在这里也一整天，累坏了。帮我带他们回去好吗？你是钟欣颖，小妈妈，你也累一整天了，先回去休息。有任何新状况，我会立即通知你。先回去。
回去休息。请问你是萧志谦的家属吗？是，我是他妈妈。我看你从昨天晚上坐到现在，你想见你儿子吗？很想。虽然我不是他的主治医生，不过我可以带你去见他。谢谢，谢谢你。目前病人状况昏迷指数是3。什么意思？昏迷指数3的意思就是说，病人对疼痛、声音毫无任何反应。从他昨天进来到现在，情况并没有变好。那有没有机会变好？以我看过这么多的经验，最大可能性其实是时间的问题，可能还可以撑几天，除非有奇迹出现。我们家之前那么好的孩子怎么会这样？妈，医生，医师，我儿子现在到底怎么样？之前的状况不太乐观，你们最好有心理准备。医生说你这次伤得太严重了。你还记得那一次我们一起看电视吗？你说器官捐赠好伟大，妈咪相信总是这么热心助人，总是那么善良的你，如果现在可以撑开嘴巴说话，你一定会许下器官捐赠的愿力，对不对？宝贝，子谦，开车的时候，你最爱坐在我的旁边，跟我讲冷笑话，怕我打瞌睡。爸爸最爱听你讲的冷笑话。我阿孙的肌腱哦，伊发生车祸安尼吼，即马倒伫交病房，诶昏迷不醒，阿妈足烦恼吼，望咱志愿先代替哦，保庇你阿孙诶身体变好，个健康个吼，保庇就是啊吼。哎呦，我去跋杯哦，上面有指示啦，讲咱志愿哦，桂林伫西南方啦。西南方？嘿，西南方。啊！西南方有一间新开的租借便宜，就伫个新店啊！啊，拄好恁全家伙啊，拢是租借会员啊！阿妈讲是桂林哦，一定就是新店租借便宜啦！哎呀，啊哪里唔够希望啊！志谦，
到了，快！新店慈济医院的，我一定要把你救起来，你一定要加油，宝贝儿子要加油、啊！直接上加护病房，要加油！快！